以南又来准时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疯狂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TOP4， 跟随镜头一起来看看吧。第四名，滑雪飞行。美国有一位滑雪狂热者皮埃尔，他不满足于正常的滑雪降速，计划了一个疯狂的行动。2006年1月5日，他来到一处雪山断崖，检查好设备后开始滑雪，然后直接从78米的悬崖上一跃而下，在人们惊叫中掉入积雪中，刷出一个3米的深坑，最后毫发无损地从雪坑中爬出。第三名，蜜蜂铠甲。一位来自我国江西的养蜂人不穿任何护具，让成群的蜜蜂附在了身上，最后约70万蜜蜂覆盖在他身上，形成一层厚厚的蜜蜂铠甲。第二名，太空蹦极。谷歌的57岁副总创下了世界最高跳伞纪录，他乘坐热气球飞向4万米的高空，在欣赏了太空美景后直接跳下，在自由落体了好久后成功开伞降落。第一名，投篮王者。一位小哥从162米的大厦天台投下篮球，仿佛开了外挂一般精准制导进入了篮球框。小伙伴们还知道哪些令人震惊的记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不见。